要先哎，我带你进城里面吃饭喽。嗯，今天成功生日，我跟叔公好的，就这样子，就是的了。所以先出他家了。叔公生日快乐啊！嗯，啊乖，叔公八十几岁了哦。今天呢啊，他叔公收好红包吧啊。太给两个药土鸭跟什么土鸭有土鸡土鸭好、哦啊、是大餐了你用了你用了你用我不吃狗肉了，今天都吃了，这个狗肉真的好吃。嗯。刚刚我叔叔生日，我们吃饭回来，会带我的小狗去。我家猫子里本来都生气了，动我的气了，现在带着出来遛一下。好愉快，好愉快。小区里有。溜一下都回去了吗？八字，八字，八字，八字。